怎么着？火力下降现在啊？没有用了啊？天天吃肉，天天吃，天天吃肉啊？好了，完事儿，好了。哥，这里是你老太太板着呢。干什么？你叫什么你？你会叫一声？撞着我了。叫你会叫一声。你竟然变成那样了，我跟那样干哑了。哑了。你别吵，少说两句，你回来干嘛？该你的事，回来。啊，你又回来干嘛？回来，对，回来吃饭不行？抓点肉蹭一就蹭。哼，你俩都干啥去了？刷碗，没看见啊？听我。大哥看见黑几天都会刷碗，这社会都怎么了？我听过老母猪会上树，但没听过黑驴能刷碗。你一天一点活不干就好了。哎呀，你龙哥呢？没在家。咋样？不知道啊。来进屋。进去吧。听话啊，进屋买楼。大哥，我一百九千。急死了，今天起立进摊冲一下。烦杨明，我给整走，忙死！你到底在蹭饭，真烦死了！呀，龙哥回来了！哎，我真好啊！我这回来地工，我这寻思碗都打树刷。啥样啊？龙哥干啥的？在这双手养老院收白菜。这白菜怎么了？这白菜？龙哥，这还有两只啊？俩什么回来？今天哎呀，也刚冷冻，刚冷冻。什么不干回来就吃饭就找蹭啊！你俩搁这干点活了，搁这扯的就说我搁这。孩子，你怎么老遇到事？能不能不说话？王老师，你说什么呢？进屋去，来别说话，来。哎，我就闭上。我狗啊，我就非要听你的。我就闭上，进屋去。王一凡，你赶紧给整走吧，龙哥，什么玩意儿？一天回来啥不干就蹭。你说戴主任吧，你们整个群，你们事先沟通好，一三五二六错开了，这一回来干仗，回来干仗，听好，哇！哎，不坐了，不坐，不用坐。在屋里你干仗，他干啥叫驴了？转事啊！大白呢？白在这弄呢？怎么了？火力下降现在啊？没有用了。啊，天天吃肉，天天吃，天天吃肉啊！不是太麻了，麻了。天天你还挑啥食儿了？你一天你。出刚定心，能不能吃点肉？能，就像电锅了似的，熟熟的，一天都。你俩以后能不能再别老干仗？一天天天见面就掐，大命大样，小命小样，我烦。就这样，你说我一天不收拾收拾，他能不完了吗？刚才你说的对，他一天事儿老了，他一天。哎呀妈呀，你太敢说话了，你啊！我就说，你咋像黑驴？你太敢说话了，你还揍我！啊，没吵没吵，做饭了啊，我做饭了啊。怎么谁呢？我去帮你。快去，这边吃吧。香了，龙哥，这谁扛得了啊？扛不了吃呗，有的是。哎呀，你行啊，你今天表现不错啊，你行，能处，能处，能处。太香了，像你啊。一天我一天不吃吧，你这我就难受，宽着。哎，那小臭嘴给我闭上。吃吧，你这我就难受。闭嘴。躺着。老毕，老毕，来，像都抢
你少吃点啊。谁少吃点？你少吃，少吃点。俺干活了，干嘛少吃点？你怎么说你少吃点呢？你们弄的，你们弄的菜啊！我龙哥弄的。我龙哥都没说话，你说。我替我龙哥打包胃不行啊！你小黑驴这老炫，是吗？那炫炫炫炫，没吃饭你们？你给我去一边去！一会儿还拿水壶拍他，拍谁用的？这么烦人呢？你别吃。哎，我替你打包胃，没事。龙哥最烦就是你，让你走。龙哥说看你都不烦别人。好，哇，你们龙哥，小雨啊，嗯，要不咱俩出院子？龙哥，不太行。就老这天，你就能看着他吗？嗯。龙哥，你说我能看着他吗？这磕巴，他挂不上脑子。我看去啊。纯小黑驴蛋的，白天领行，晚上怎么的领不走，怕丢。真的，白天领就能找了，晚上不吃牙不知道在哪。你们俩挺好。他那牙就跟着定位似的，晚上就那牙就是定位，那牙就在哪。这牙就在我跟前了。不吃牙不知道。不用你领啊。你记住，我跟哥住也白跟你出来。人看不上你。跟哥住完，咱俩是还家过气。给你俩出。行了，别吵。这事就这么定了啊！明天我严严帮你们使使劲儿。来，别说话。行啊，哥行啊。什么哥行？哥小雨行。明天你俩哈、啊，就会因为跟我老弟闹掰，你俩的闺蜜就到头了。俺俩不能。